需要長過兩年咧，我哋可以繼續學業，普通最十年喎、啊，我哋可以繼續考慮噶嘛。我要，但係你依家未知道，我希望你唔好用綠色嚟理想好冇？而家知唔知道佢哋進程點咧？邊一個會係第一個喺會係人信咧？Dennis， 你有冇最新嘅消息？其中一個學生，我自己831喺太子被告去過新屋嶺。你知唔知道警方要我哋去邊就去邊，入黑房就入黑房，除衫就除衫啊？你知唔知道唔止我一個遭受警方性暴力啊？我生長喺一個家暴嘅家庭，我冇屋企人，我只有一個屋企就係香港入面嘅中大。校長，我願意鼓起勇氣除低呢個口罩。請問你願唔願意同我一齊鼓起勇氣同學生同行，譴責警方對被捕人士包括中大嘅學生施暴？我頭先已經講咗，暴力係唔啱嘅，包括警方嘅暴力，我已經講得好清楚。咁請問你係咪真係答應我哋會出聲明譴責警方嘅施暴啊？頭先已經講咗啦。段崇智離開的時候，一度被學生包圍，有多個學生跪低，情緒激動，副校長唔機陪安慰佢哋。段崇智最後對學生作出承諾。警方嘅性暴力，離場之後，有人噴打佢架車。段崇智之後折返，同仍然喺現場嘅部分學生閉門對話，去到近午夜12點。段崇智同一直等緊嘅學生講，下星期會對警方暴力發表聲明，會改善同同學嘅溝通，未來再舉辦對話會。有線電視記者陳志榮報導。江蘇無錫三一二國道